谢金燕的父亲诸葛亮，从今年的2月19号被媒体在南部假奥链被意外打这个拍到，打通了复出之路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如今的他是已经洛阳朱贵了。以往他跑路的时候开的是不到100万元的国产车，而即使现在他至少还欠了杨登魁2400万元。但是前天晚上被媒体判到，他出入跑车的跑通告的时候，是已经换成了 BMW， 要价将近500万元的豪华房车，派头看起来相当一流。